从明天开始，我就是司莫南的女朋友。反正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。我还该不该给苏阳写信，让他给依婷帮忙呢？很冒昧的给你写信，依婷现在很苦闷，可又张不开嘴调走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既然沈江画报已经复刊了，你看看能不能请苏叔帮个忙。哎呀，苏阳，我们睡了吗？睡了。你看，这有篇报道，是写我的。你看，啊，上那边看吧。之后我有事跟你说。行。我是诗人司梦南的诗歌登上国家级刊物，你先祝贺我一下呗，喝一杯。我不喝了，祝贺你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跟郑向东的感情呢很深厚，这要是在以前呢，肯定是无人可替代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怎么了？啊，就是以前我没那个资格，但是现在我想，既然你跟郑向东也不能走到一起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小小的机会就行？司莫南，你看啊，你现在都是申江的名人了，你要是继续发表作品的话，你很有可能成为全国的名人。到时候你的选择就多了。这些和你相比不重要，我爱的人是你。别说这些了，我呢，我的心里啊，可能再也走不进任何人了。你看你说的那以后还不嫁人了？有可能啊。苏阳，别说了，啊，我明天回我爸那儿。别呀，苏阳，谁呀？隔壁琪琪。怎么又来了？来了。来了，嫂子。大师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有点事儿。苏阳呢？苏阳在屋里呢。苏阳。苏阳。啊，七姐，你来了哟！这小两口子可以啊，连红酒都喝上了。那个浪漫一下吧。有事吗，七姐？这不，我一个亲戚知道咱俩一个单位的，非得找你签个名。啊，行。你亲戚叫什么名啊？叫李淼。那个上班上学啊？上班了。祝李淼事业有成。嫂子，七姐，七姐啊，签好了，好了。啊，你看，哎，这，对了，文文呢？文文睡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睡了。我就不打扰了，继续继续啊。再见啊，七姐。哎哎，那行，嫂子您慢走啊。行，再见。好嘞好嘞，给樊大哥带好啊。哎。
左阳，我刚才说那些话，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当我没说。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能走，你看这一天天的，这都是职业特务。睡着了。我今天就先回我爸那儿。行。那如果隔壁樊大哥问起来，我怎么说？你就说我回娘家了。回娘家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其实，锁阳，我们这么住着也挺好的。我绝不会有一点冒犯你的行为。把婉婉照顾好。爸，依婷进你们报社有问题吗？我想社长肯定愿意。依婷现在是个名人吗？依婷她现在啊，也不好意思主动离开劳教所。那我想，如果申江画报真的同意的话，能不能主动出一个调令啊？这样对他来说也好接受一点。嗯，回头我跟社长请示一下。嗯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嗯，好。我爸已经跟社里那些人说好了，他们说没问题，只要你同意，申江画报那边马上就发函。这是不太好吧？这不等于拿人家劳教所当做一个跳板了吗？你已经给劳教所做出贡献了。你想想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劳教所能评成全国模范单位吗？可是我觉得，哎，我现在呀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魄力了。什么办法？辞职。辞职？你觉得你现在的一切都是劳教所给你的，你离开那儿呢？觉得有点不仗义，但是如果辞职的话，性质就不一样了，就说明你没有把劳教所当成跳板。搞摄影挺贵的，那要辞了职，我怎么生活呀？哎，你在乎个体户的身份吗？让我干个体户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前两天我看报纸啊，大连有个叫姜维的人，人家就是辞了职，在公园门口给人家照相。五一劳动节那天，一天就赚了500多呢。500多？是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以你的名气，以你的技术，你要是自己开一个照相馆的话，我觉得赚钱应该不难。你可以干一个月，歇一个月，用那一个月呢，到全国各地去采风，这样多自由啊。比我们这些天天上班的人逍遥自在多了，你考虑一下吧。听上去挺好的。是啊。我再想想吧。什么玩意儿？苏阳怎么给你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事绝对不能听他的啊！一婷，以你的条件，申江市的工作随你挑，以后调到上海、北京什么的，那都是有可能的。你要把工作给辞了，你可就什么都没了。我倒是挺羡慕他说的那种生活的。你看，你又能多挣钱，又自由，我还能到处去采风，不挺好的吗？还挺好的？好个屁！自由是自由了，谁管你啊？没有组织，以后你得病上哪儿报销去？连劳保都没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无业游民。说难听点，
那就是盲流。哎，老师啊，这是你的信啊，李大爷，谢谢您啊。每天这么多信，能看得完吗？看不完也得看，这都是读者的一片心意，麻烦您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敬爱的司梦南老师，您好，我是一名文学青年，酷爱写诗。看了您的《黑夜》之后，我夜不能眠。什么眠？那字儿念寐，是不是？夜不能寐，黑夜不能眠，寐。啊，这念寐啊。嗯，那我知道了。这从字体上一看，肯定是一漂亮妹妹写的，你信吗？要不她怎么能写夜不能寐呢？哼，就知道漂亮妹妹。哎，这怎么没信啊？哎，哎，哥，照片儿。哇，还有直接寄照片的呢，这我看看，这太直接了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看。哇，这长得还行，我帮你看看啊，哎，帮你参谋参谋。这眼睛挺大，太好了，肯定好啊，人家都直接寄照片来了，能不好吗？太好了，司梦南，你小子就要出名了。搭这么高啊，来再搭一个。来给你弄。思阳同志，爸爸陪我玩积木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思阳，这是诗歌协会请我去参加笔会的请柬，你看。爸爸陪我玩积木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文文对你这么亲热，你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啊？回应了，不等会儿吗？等会儿，你先玩，我先给你落两。来，好，哎，那个，还有一个演讲稿，你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应该跟张丽萍谈一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。恐怕孩子对他就越来越生疏了。生就生呗，我才不管那么多。孩子的事情慢慢再说吧。孩子的事不是小事，要是再不解决的话，对孩子、对张丽萍都没有什么好处。行，那我答应你，参加笔会之前，我去找张丽萍好好聊一聊。来，你帮我看看这稿子，我陪文文玩会儿啊。文文，爸爸给你落高点。再来一遍，来，哎，好的。就是啊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妈没营业呢。好好看看，我是谁？泪水，把心腌成了腊肉。床板。是大师人来了呀！大师人你好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那个，你们张经理在不在？在。您稍等。啊。张经理。大师人怎么有时间跑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饭店看着还行。凑合吧。我这要出趟远门，路过你这儿，进来跟你打个招呼。哟，这要去哪儿啊？还专门来跟我打声招呼。曼哈顿。出国了。中国的曼哈顿，上海。这个诗歌协会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笔会。不就是去开个会吗？你至于专门跑我这儿来嘚瑟一顿吗？跟你真没法聊。我过来主要是跟你说说孩子的事儿。怎么，影响你们幸福生活了？那倒没有，反而更加的幸福。你看，
走路素阳教的，说话呢也是素阳教的，吃饭还是素阳教的，文文成长的每一步你都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不觉得遗憾吗？还有，你就不担心孩子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将来接受不了你？不担心。行，那你今天就当我没来啊。没良心，没心没肺。慢走，不送。要我说呀，干脆就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他们吧，这样你以后也好找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司梦南根本就不爱孩子。要是个儿子还好，这是个闺女啊，他当然不喜欢了。丽萍啊，那你就想好了，这个抚养权到底给不给？你要不想给，就赶紧把孩子抱回来。啊！再晚了，这孩子跟咱们可真一丁点都不亲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想把文文带回去。文文，文文，快来！文文，你看谁来了？文文，来，过来，你看，文文，谁来了？文文，叫妈妈。文文，文文，你不认识了？看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这是你妈妈。哎，来，你这都多长时间没来看过孩子了？他现在小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好好跟他培养一下感情，等他再大一点啊，恐怕真的要跟你生疏了。是，所以我想把他带回去。辛苦你了，一直替我照顾文文。文文，跟妈妈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乖，跟妈妈回去。文文，听话，来。不要。是不是啊？妈妈，姥姥你不认识啊？啊，姥姥带了你那么长时间，白带你了，啊？丽萍啊，别再跟他们斗了，硬的硬的不行，软的软的不行，咱惹不起，躲得起总行吧？你要真不想让他们好好过呀，你就别管他们，啊，你越是和他们对立起来，他们越团结一心，没了你这个对手，下边。就该他们自己打了。韩一婷，韩一婷，啊，所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怎么没动静了？什么动静？调动的事儿啊？所长，我行了。我呢，也不想埋没人才。你给咱们所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继续待在这儿，对你，对所里，都没有太大的好处了。想去哪儿，所里帮你联系。我想辞职，干个体户。我看了，就是，哎，我们还没营业呢，啊，你们经理呢？哎，里头训孩子呢，孩子一直嚷着要找素阳妈妈。
好了好了，乖啊，文文，不哭了不哭了，听话啊，别哭了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你别哭了行不行啊，小祖宗？来，要不吃这个？不吃，我要去找妈妈。你别哭了行不行啊，张丽萍。就这么一直闹啊！昨晚闹了一宿，这孩子怎么那么能哭啊？一点招都没有。你对他耐心一点，毕竟啊，他没怎么跟你在一起待过。过个几天，我估计他应该能好吧。我不是没耐心，这哭得我头都大。对了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啊，我给你拿点东西。都是文文平常喜欢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就不用再买了。昨天太着急了，我忘给你拿了。行，麻烦你了。那我先走了啊，不能让他看见我，要不然他又该闹了。行，你赶紧走吧，有点耐心。我知道。行了，你别哭了，听见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你再哭啊，我真动手打你了。别哭了。你哭到什么时候啊？每天都哭，你还喊，他都已经走了，你还喊？行了，别哭了啊！张丽萍，文文来，来来来，文文，哎，文文不哭，不哭啊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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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不能这么对他，你越这样，他就越怕你。我哄他，他也不听啊。要不然这样。咱们俩轮流待一段时间，我今天先把文文送到他奶奶那儿去，也别影响你做生意。走了，文文，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哎，文文，怎么出来了？文文，这妈妈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跟着跑出来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到奶奶这儿来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你看这孩子跟我一点都不亲呢。文文，前几天不都是白天跟奶奶在一起吗？今天怎么不行了？文文，妈妈白天要上班，不能带你啊，跟奶奶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这孩子怎么了？昨天晚上被张丽萍接走了，闹了一宿，估计是给吓着了，怕我不要他。这样吧。文文，文文，听妈妈说，今天啊还是跟奶奶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晚上妈妈就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嘿，乖，真听话。进去吧，来，过来。来，文文，跟妈妈说再见啊。妈妈再见，妈妈晚上来接我。好，好，乖啊。走吧，再见。嗯。文文，来说再见。再见。对。局长，哎呦，小司啊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前两天呢，我遇到了文联主任，他想调走你，啊，可是被我给推了。你想想，有你这么好的人才，咱们局里都有光，我们是舍不得你走啊。局长，啊，说实话，以我的特长到文联，倒是的确对口。哎，现在局里。正在研究给你调职位的事，直接晋升为宣传科的科长。科长，科长。哎，当然了，这晋升啊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事。你在科长的位置待个一年半载，我再去给你做做工作，看看能不能提为副局长，还是主抓宣传工作吧。那我先谢谢您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没有？哦，有。正在酝酿当中，快了，马上就出来。那就尽快吧。你现在已经是深江的文化名人了。哎，这作品嘛，不能只有一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局长，您这话说的太对了。我先去忙了。好，辛苦了啊，去吧。哎，
文文，文文，张妈妈也特别爱你，她也是你的妈妈。文文，我跟你商量商量啊，这几天呢，我先把你送到张妈妈家，你跟张妈妈在一起待两天，过几天苏阳妈妈再去把你接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伯伯呢？在里边呢。进来吧。文文，文文，你看谁来了？文文，你看妈妈来了，叫妈妈。文文，跟妈妈回家好不好啊？我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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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妈妈。好了，文文不闹了，我也是你妈妈，今晚跟我睡好不好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文文乖，文文今天晚上先乖乖的睡觉。明天我再带你去找他，好不好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苏阳，送给你条围巾。苏阳。你回来了啊！我顺路给你买了条围巾，你看。你给文文买什么礼物了？没买，文文不是让张丽萍接走了吗？接走了你也得给她买礼物啊！你又不是以后见不到她了。哎，行，那个我下次注意啊。哎，挺配你，没人看看。哎，啊，不用了，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苏阳，你说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，我有做过一件过分的事情，而且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你还帮我照看着文文，就当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馈赠也不为过吧？咱们之间是普通朋友吗？哎，苏阳，还有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当初承包大众饭店的时候，是出于对张向东的感情，想完成他的梦想。可你也说了，你想跟张向东成为普通朋友。你要是真这么想呢，现在还在那工作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你别多想啊，我真是替你考虑。想吃什么？文文，想不想吃肉啊？啊？姥姥给你买点肉吃吧。啊？大娘，看看排骨。文文，拽住了啊！拽住，别动啊！肉可好了。哎，老板，这肉怎么卖呀？好，这1.5块。啊，那这肝呢？肝1.1块。好。哎，老板啊，你给我要点这个肉吧，这肉挺新鲜，不错的，行吧？这块。啊。哎，这块这块好。给我便宜点啊！哎，行嘞。哎呀，哎，文文，啊，文文，文文，丽萍，丽萍，不好了，出大事儿！丽萍，怎么了妈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怎么办，丽萍？到底怎么了？都是妈不好，妈该死啊！我把文文丢了，文文丢了，文文，文文。
大哥，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小女孩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见。你好，哎，你们好，有没有看见这么大一个小姑娘啊？啊，没看见。好的，今天我要下班了，明天我再处理吧。啊，好嘞，谢谢。苏阳，文文走丢了，她没有来你这儿吗？什么？文文走丢了？我妈带着孩子去买菜，这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见了。最近老是嚷嚷要见妈妈，我想是不是来找你了？她那么小，她哪认路啊？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宋梦楠，宋梦楠，怎么办？走，再找找。好。去别的地方再找找吧。啊。哎，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扎两条辫子？没看见。文文，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小女孩扎两条辫子？没看见。哦，谢谢。文文，上哪儿去了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报警吧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走吧。哎，吃点面包吧。啊，我要妈妈。哎呀，真急人。那喝点牛奶，来。我要妈妈。哎呀，先把饭吃好了，吃好了再找妈妈，妈妈就来了啊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。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！你们是怎么看的孩子呀？孩子都能走丢了，幸亏有好心的群众路过，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来了，不然多危险呀！孩子在这边一个劲儿地叫着妈妈，妈妈，下次可是要注意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下次注意。不好意思啊。行，那你们坐一下，我去拿张表格。你们填完表格就可以把孩子领走了。行行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文文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妈妈了。过来，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到妈妈这儿来啊。既然文文这么不愿意跟着我们，那以后你们就带他过吧。明天让司梦楠来找我一下，把孩子的户口转过去。我先走了。来。文文，以后不许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来，苏阳，回来了，还把文文接回来了。文文走丢了，刚刚在派出所找到的。走丢了。文文，进屋吧，快去。丢了，那你今天不走了吧？她是你的女儿，她走丢了，你都不问问她，她是怎么走丢的吗？怎么走丢的？她姥姥带着她去菜市场买菜，一不留神她就丢了。我跟张丽萍怎么找都找不着，后来还是报了案，派出所给找到的。找着就好，还好没出什么事儿。我看文文啊，实在也不能跟张丽萍一起生活了。张丽萍说了，她想把文文的监护权给你，她让你明天去找她一趟，把手续给办了。那你什么意见？我什么意见？那是你的女儿，是你跟张丽萍之间的事儿。可文文现在最离不开的人是你啊。那如果……我把文文接到我爸那边去带，你同意吗？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合适。算了，是有点不太合适。那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？来，文文，喝粥了。
定不走了。当初承包大众饭店的时候，是出于对郑向东的感情，想完成他的梦想。可你也说了，你想跟郑向东成为普通朋友。你要是真这么想的，现在还在那工作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你就离开大众饭店，别让向东觉得亏欠你。他的事让他自己做主，你就别再插一杠子了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你要辞职，要去干个体户？对。我说苏阳啊，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你不干，你要去干个体户，这可没听说过呀。再说了，大众饭店已经走上正轨了，你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加上奖金也不少拿钱吧，怎么就不续签了呢？不瞒您说，姚主任，我除了音乐之外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设计服装了。我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，做我喜欢做的事。别摔着啊。妈，别看了，先想辙吧。你看，他就是个孩子，他懂什么呀？一天到晚就知道玩。哎呦，说话就五岁了，这不都快上学了吗？怎么办呢？您问谁呢？您问我们俩呢？这孩子咱可送了，问题是送走了吗？啊？现在不是说您离不离得开他，是他现在完全离不开您呢。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就让这孩子把户口落咱家。经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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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经理，你能不能不要走了？你要是走了，咱们这个大众饭店又完了。不会的，月姐。苏阳啊，现在这经营已经搞上去了，区里对咱们饭店都进行了表彰，锦旗咱就收了多少啊？这么好的势头，你怎么能不干了呢？大家可以再推举一个人继续承包，现在大众饭店已经上了轨道了，我相信你们只要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就一定能干好。给，拿好了啊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海琼，你们家正好怎么样了？还行，这不也挺长时间没犯病了吗？我妈和我哥还打算给他上户口去呢。能上吗？不知道呀，我妈也担心。哎呀，能上还是得上。嗯，不过要是上了之后，以后你哥可能就不能再要孩子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啊，实行计划生育了，以后一对夫妻只能要一胎。这事情怎么闹成这样？哎，那也就只能这样了呗。人家政策上不都说了吗？一家只能生一个。哎，有了他这……那你以后也不能再生了呀，向东啊！不行，你就把他送回去吧，让一家三口团聚吧。一个人。
皮，没有重量就像一道剑意，最遥远的你是我最近的心情，拥抱一颗流星，只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。最遥远的你是我最近的心情，希望我不灰心，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。最遥远的你是我最近的心情，拥抱一颗流星，只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。最遥远的你是我最近的心情，希望我不灰心，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。希望我不灰心，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。